中批五四三第38次的直播，今天是6月27号。今天直播的主题是农村再生，农村再生里山里海新价值。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来宾是梁大庆梁老师，梁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大庆。梁老师呢，他是中兴大学的农学博士。那其实我跟他认识非常早，那他当时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呢，他曾经在这个农委会的水保局服务过一个，当时他是当局长的秘书也服务过一个小段的时间。那他后来呢，他也到捷克布拉格的这个农业大学资源规划研究所在那边的这个在那边做研究啊，是在德国，是在那边。然后他其实学经历非常丰富，他高考及格啊，高考是申请是那个水土保持吗？水保局的。水保局还有这个水土保持技师哈，那另外呢，他在水保局的时候，他其实，在水保局当公务员，他也可以表现很好。不过他之后呢，他离开了水保局，那之后就来到中州科大的前身啊，中州机务学院啊，担任这个景观系的系主任啊，所以他当时呢。在中国科大的时候，景观系他可以说是我们学校里头最强的系之一了。那之后呢，他离开中国科大之后呢，就到现在他任教的湖北科大，他在这个休闲油气系担任教授啊，担任教授。那同时呢，他也是有一个造园景观学报，这个造园景观学报其实造园这个园艺系统里头最高的这个学报了，所以他在那里担任编辑委员。那他几年前他就考这个外语导游外语领队，那当时我跟他一起来受训，同班同学、那他另外有甲级废水处理所以甲级废水处理其实很难，所以你可以开废水处理这样子对了，还有甲级空气污染这好厉害哈、还有中国大陆呢，他也是第一级的最高级的景观设计师景观设计师，然后另外在网络跟社群网络里面，他也有行销管理师，还有消费者行为分析师等等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老师啊。那他其实在任教的期间里头，他也兼任很多包括云林县政府的县政顾问还有这个彰化县的都市更新委员水保局的审查委员农村再生计划是他在水保局的时候呢就开始推动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他后来在农村再生担任这个培根计划的讲师，那文化部的培力讲师同时他也是经济部标准检验局里头的国家技术委员所以呢，他也是在云林呢担任政的顾问，那立法协会里头他也担任理监事所以他其实在我觉得他的领域是跨很多的，包括跨业景观啦、都市计划啦，还有这个油气啦以及这个导游领队所以无所不包，包括废水处理。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几张照片是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农村再生。那现在已经进入到农村再生 2.0 这个是在这个农委会做简报的时候它的标题那之后呢，因为它有一些回收的这个经验所以那时候我在这个花坛有一个这个拖鞋的回收计划，那我们也找这个大庆老师来给我们指导之后呢，这里头其实有几张跟这个今天主题有关这是一个在一个休闲农场里面拍的一个照片拍一些照片那这个是一个台湾很传统的香蕉很传统的香蕉，当时到那边去的时候那个主人家的两条看起来很不起眼的香蕉，但是非常好吃然后之后我们看这里是一个独角仙的一个也是我印象好像这个是在嘉义农场里面拍的然后这个是在这个集集的那个一个地方在拍，那后来这个地方我也带了一些学生去所以我们跟学生在那里合拍一张照片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曾经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在这里我想请大庆老师，他讲的最精准因为台湾由于长期以来因为都市人口集中的关系的，所以呢，人口大量往都市去集中所以很多乡村就开始落魄开始进入高龄化，所以居住年龄呢相对来提高，所以呢也造成农村地区的它的公共设施呢非常的不足，那农村呢就相对的落后所以呢我们就制定了农村这个再生条例那农村再生条例呢到今天它是1999年公布，那到现在呢其实已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
那我们农村再生已经进入所谓2.0的时代，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大庆呢，在农委会啊的水保水土保持担任非常重要的幕僚工作。那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农村再生啊这样一个政策啊，究竟是在哪一个总统任内的重要政策？我们有几个答案啊。第一个答案是蒋经国的十大建设，第二个答案是李登辉的八万农业大军，第三个答案是陈水扁的年轻台湾活力政府，那第四个答案是马英九的爱台十二项建设，那最后一个答案是蔡英文的点亮台湾政策啊，哪一个？是啊，没有错，马英九的爱台十二建设，所以马英九政策很多，大家都当时觉得爱台十二建设是空的啊。对对。但是呢，他做的那些政策里头，就是农村再生，一直到现在蔡英文执政啊之后呢，更把它提升到2.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对农村规划呢，所以可以说是非常有卖点的这样一个计划啊。那我记得说，当时做这个东西，它曾有一个农村再生的基金是吧？农债基金。农债基金，那农债基金它当时是怎么编的？可以跟我们分享。当时农债基金的思考是说，因为年度的政府预算，如果今年没有执行完，那到了年底要回收回去，预算收回去，甚至比如说今年花100块钱，做只花了90块，到了明年准备还要再申请说，我还要申请100块，不行哦，你去年只90块就已经够了哦，这所以就预算要给你90块，所以就不会列成那个政府的一个预算，甚至政府预算也有可能被拿去云支撑其他的用途，比如说紧急灾修等等的用途，所以农债基金它的最初的思考是希望能够专款专用。所以他当时好像有分年编列预算进去，分年编列是入账的部分，出账的部分就是用一个整个的基金来框列这个基金，所以他就有可以跨年度，对对对，是可以跨年度，这样子。所以当时他说目标是1500亿，后来现在有那么多委员的加码说，这个好像不错啊，那这个所以我们就加到2000亿。所以目前是2000亿。对对对，最新的版本是那个过了没几年以后，立法委员就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重大的政策，所以就把它加到2000亿。那现在执行的情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快要满10年了，快满十年了。所以农债它其实推动了非常多的地方的一些整体的发展，社区还有文化，还有产业等等，或者最大的改善的部分，我认为是社区农村里面的一些环境空间，生活的环境空间的改造所以这个农村再生其实是影响非常深远是。那大庆老师刚刚讲，刚开始是原来框1500亿分10年把它用预算来把它补足，但实际上操作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2200亿。所以各位今天连锁朋友非常有福气，如果你正好住在这个家乡正好有农村的这些条件，你可以来申请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大概或者是跟一些公所，我们等一下会请大庆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说如果你要做这样的计划，大概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那同时他好像有一个老农的退休也在这里是吧？不在，他老农退休不在这里，编列的部分是在他不在基金里面，所以他在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不在这里面对。那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农村的一些发展的一些问题他主要是面临哪些问题？比如说生产方面，因为他编这个基金编那么多钱总是有他的道理在那他们经过盘点之后可能在农业生产方面或者是农村生活方面，他们发现到有哪些问题出现？或者现在的情况是跟结果是一样，就是人口外流，那经济越来越萧条，等于说这个各个地方政府的基本的税收变得非常低。但是他现在目前已经操作到10年了他人口的外流的状况有没有缓和下来？就你的观察，因为你有部分的地方是有缓和，但是应该叫做重点的缓和有一些重点的地方，那也是要看这个农村他的运气好不好。是我觉得他是刚好是有出外的游子愿意回来。那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也就是调查到底有哪些年轻人会愿意回来。对最大的部分是因为父母亲年迈这个需要照顾回来，对，或者是有的去不好意思就是
那个爷爷奶奶过世了，或爸爸过世了，那不得已，那是走出你家，对，所以他一定得回来继承或者怎么样。那他回来就在这边定居，慢慢的就有一些来这边跟这个农村社区开始做一些互动，对，那开始参加了社区发展协会，加入了村庄的一些营运，慢慢开始做起来。我认识有一个朋友，年轻人啊，就是年轻人，他这才二十六七岁，他才这个大学一毕业，毕业回来了以后呢，他爸这个做农啊，做不动了，好，那怎么办呢？但是他这个人呢，这个喜欢玩那个很科技的东西，哦、他就玩那个遥控飞机哦，遥控飞机，无人飞机，对，无人飞机，然后他就整片的大田呢，他也。没办法关注，他说我也不会，这个老爸留给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变成最流行的，对，拿起电话就打电话请人家代耕。他现在的最科技，他应该现在变成最科技的农夫，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研究操作，然后帮人家这个飞机去撒农药。哦，他的工作就是帮他附近的村落去撒农药啊，去喷洒什么杀虫剂啊，就他的工作。早上到9点就出去工作，所以就真的是科技农夫了。对，做到12点他就下班了，然后剩下他家的田就给人家去。我们上一次有找一个黄万传老师啊，你认识他吗？是是是啊，他也特别讲说这个所谓的防护，他也讲说未来的农业它是无人机，这个很重要的。对 对, 对, 对，还有 AI 啊、哦，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工作就天天就是这样，他很开心，很快乐这样。嗯，回到农村了。那当时在农村的发展里头，当时的目标有所谓的三生三农。对，你还记得三生三农是什么东西？三生就是生产、生活、生态。对，农三农就是农村、农民跟农业啊。这个他们是怎么样去？其实我们在盘点的时候也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方式，几乎都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除了农在除了生产、生活、生态，比如说生产，注意它的生产的一些技术，或者是他发现一些它整个弱化的状况，比如说以新社来讲，新社它不就是香菇最多吗？对，台中县，其实他们也遇到一些问题，就是他们新社的这些菌种香菇，他们是太空包种出来的。对，他们的一些菌种开始弱化，因为近亲的繁殖，近亲繁殖也会这样，菌种也会这样慢慢开始弱化了。哦，是是是，弱化以后，农在就启动了农在菌，就去协助新社，去协助他们把这些菌种做一些改良。那这由那个台中农改场对协助他们把菌种的弱化，甚至在里面的太空包的一些成分做一些改变。嗯，那这叫做生产。哦，就是比如说农业遇到了一些生产上、技术上。或者是肥料，或者是在病虫害的问题，这是做一些协助跟克服。然后在生活的部分，就是我们农村的整体环境建设跟改善，嗯，包含有些水保局农委会在101年到105年之间，大概就推行了一件很成功的一个工作，就是雨漏空间改善。雨就是一个雨漏空间，雨漏空间，对，等于是说农村破败的、脏乱 的地方，还有老旧建筑的，对对对，去做一些更新、环境改善。那这个改善之后，他用花小钱大效果。哦，其实，在我们在推动的时候，把一些小钱，就是才补助他10万、20万一点点，让他环境中间改善出来，让他具有在地的一些文化。跟特色，所以农村再生计划去申请计划，就你所知道最少的金额是多少？最大你曾经做过的最大金额，最大的金额我的印象当中，对，就是有一年好像102年，我去了南投县中寮这个那中寮乡的龙眼林社区。哦，龙眼林社区其实它有三个部落，对，三个部落，这三个部落当中啊，那他们很早期就是9/11后，对，龙眼林是在9/11的时候变得很有名，变成很有名了。对，那当时呢，水保局在那边投注也非常多，包含有些龙眼林造啦，也是，或者是整体的环境建设也是那个农委会帮他做的。那我所记得那个时候核定给他三个村落加起来2700万，哇，硬体建设而已。
2700，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你帮了他很大很大。那这个是2700万，所以我们在审的时候，哇，2700万好像还不错呢。所以他2700万其实呢做好几年了，好几年了，做吧，那是一年就拿2700万，一年就拿2700万。对，然后我的印象最高的累积金额最高的，应该算是苗栗县的江马园。三里乡，三里乡，是，他从头到尾累积起来，大概水保局投资在那边大概有将近快要1亿了。是，那当然江马园的那个社区的伙伴跟朋友也非常的认真，他们原来从一个小小破败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村落，慢慢发展起来，他们整体的一个环境改善啦，或者是整体经济的价值，现在导到了3级的。旅游、观光，还有他的民宿、餐厅等等，整个都起来了。所以，一个农村社区，如果他要去申请农债计划，他自己就可以去申请，还是要透过公所？不，这个是他是怎么？当时的精神是因为，就是希望能够跳脱政治的束缚啊，要不然正常的政治体系应该从乡镇公所、乡镇公所到县村里，对，到公所，再到县府，再到中央。所以他不用，不用这种，他只要社区发展协会哦，是社区发展协会去提出了社区发展协会，他本身就可以提案申请，立案可以申请。一般的社区发展协会，地方的社区发展协会几乎都是有立案。对对，要向县政府哈，县政府来立案。立案的，他在社会处吧，还是什么？社会处，社会处，人民团体嘛，社会团体对。有立案的，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只要有立案的，他原则上都可以向这个农债去申请。第一个阶段可能就是，如果你们农村社区想要发展农债，那大家那时候觉得，农债已经过气了。对。那在前几个月，上个月吧，他对，我们的院长，行政院院长，苏院长，对，确实就有提到了说，他发现了，其实农债其实这几年做起来，它的打底或者是整体发展的效果非常不错。那他就是说他的任内，等于说今年或明年，就要继续把农债推动。大家觉得其实现在最有名的名词应该叫做地方创生。地方创生其实跟农债跟地方创生其实两件事情是不谋而合的。对，至少80%都是类似的哦，都是类似的。所以不管这两个目的性也是一样的。那所以未来如果我们这个我们的朋友要申请农村再生，第一阶段是先向你在网站上 Google 网站上先打农村再生，那你就叮咚会跳到农村再生的网上面，那先要做一个培根的课程的训练。就是、所以它好像分三阶段嘛，四阶段，然后现在四阶段，所以第一个先要做培根计划。培根计划现在等于说把社区一些农民的力量，有热情的人找出来了，对，热情的力量聚集起来，凝聚力啊，这个其实效果还蛮好的。然后让大家觉得说，我们社区，应该要怎么发展？凝聚力够，未来发展是什么？对，那未来提出一个农村再生计划送给县府，也就是趁在这个培根的过程当中讨论。那等于说这个是一个家教班。那个农委会会派等于说家教老师到我们的社区来，培根计划等于是先修班的，对，先修课程，就是你要做这个计划之前，你要先去上一些基本的课程，然后他会来检定说，你基本的技能够不够？如果够了，他会辅导你来提案。对，他是这样的一个。那提案完了以后，后续我们年度的按照那个次序去做，来去做执行。另外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讲这个，从民国106年开始啊，对，农村再生2.0哦。那依你的观察，1.0跟2.0中，这个到底它区别在何处？1.0的部分呢，它是以量。是扩大量，也就是冲量为主。对。但是2.0后来发现冲了量之后，发现很多的社区哦，虽然参加了培根，也提出了他的农债计划，可是他们确实没有把根扎好。对。这个把根扎好，也就是他提出了我只是要现在只是要钱啊，要钱修路修水沟，对，剩下的
我也不知道做什么。所以 2.0 它基本上是做的、哦、2.0 可能是说资金的资金啊，对对、所以现在我所知道的全台湾有4232个农村社区，对，4000多个、啊、大概啦，详细我不是很清楚、大概已经受过这个训练大概有2600多个，哦，超一半了，大概快要六成，快六成了。然后已经受过培根课程了，那2600多个，然后呢，我们经过已经提案农债计划的，年度执行计划，已经县府已经审了大概有800多个，在800多个其实都已经算是在台湾顶尖的，算顶尖的农村社区，对对对对。然后这800多个当中，其实在去年在107年就有提出一个金牌农村的选拔哦、啊、有人拿了这个金牌、有已经有全台湾有22个金牌农村金牌农村选出来了，所以等于示范江麻园就是其中的金牌农村的其中的一等于是示范哈、哦、示范对对对示范的这个农村、他们这些农村其实他们都很典型的有生产的产业经济，对，也有环境也是不错的，对啊，生活环境也快乐，那再来呢，他们的这个、这个他的三级产业也发展得非常好，对，所以大概就是以这几个指标，生产生活生态、好像刚刚符合就是三农农村再生的 2.0， 它的窗口已经从原来水保局嘛，哦对，它现在好像移到农再办去了，移到那个农委会，农委会的它有个农村再生办公室，所以它等于是位阶提升了，对对，位阶提升更高了，更高层次了、更层次。那另外就是说在这个农村再生里头，其实现在很多有友善耕种嘛，对，那农村再生好像也在做这一块是吧，对，现在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我们现在也常常推它，它就是在南投县埔里镇一心社区，一心社区刚好就是在那个大家都远近驰名的那个佛教圣地啊，那叫做中台禅寺，中台禅寺的正后方，它的停车场在后面走路一点点就到了。它这个一心社区我觉得很特别，刚刚开始也是经过农村再生培根的时候，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后来有一些老师或者生态专家来到这边以后，他们自己想说，哎，奇怪咯，他们这边说盛产的埔里嘛，盛产是茭白笋，茭白笋，对，茭白笋，他们这边就收了茭白笋，其中就有一个年轻人、也不年轻了，大概30-40岁的，回到乡下，对，跟着爸爸一起在种那个茭白笋，他叫林佑成，是。那佑成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啊，就跟爸爸说：“爸，可不可以哈、我们不要用农药，不要喷农药。”他说：“他爸说，哎呀。”这个傻孩子，你不喷农药怎么收？你不喷怎么收？那我不喷农药，那上游也喷农药，下游也喷农药，不就是一样吗？对不对？后来他就跟他爸抗争了大概3-4年，他说我们其实可以带来给消费者或者是买我们更好的品质，对，更好的品质，我们试试看嘛。他爸弄不过他，好吧，你这是一小块，你自己弄，随便你这样子，慢慢开始他就开始弄了，但是他每一年要过农历年前，就是冬天要收割了，把水给放了，就晒太阳晒个一个月，这样晒了一个月的时候发现，奇怪了，怎么很多那个白鹭鸶啊还是什么就飞过来咚咚咚吃，肯定是里面吃什么蚯蚓嘛，对不对？对，发现不是，不是来吃泉，发现这个田里面很多鱼，小只的，所以鱼到共生的是。结果呢，后来呢，就是他就拿这个鱼去看，为什么这个白鹭鸶爱吃这种鱼啊？因为大概超好吃嘛。发现这个鱼呢，去检验给生态专家一看，不得了，这个叫做台湾白鱼。这台湾白鱼只有台湾，前面冠两个字叫台湾，只有台湾的特有种。怎么会出现的？没有人知道它怎么来的，没有人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哦、然后全世界也只有这个地方有，原来当时有大概是5000多只，整条溪流里面刚好就引流到他们家就流进来了，当它水放掉了，鱼跑掉就 干死在这边、那这个呢是濒临绝种的一个生物、非常非常珍贵，它的特殊点是在它的从它的鳃到它的尾巴中间会有一条细细长长的蓝色的线，引流水的时候，随着水到这里面。但是这个鱼后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
哦，而且这个鱼呢，对于水的需求度非常高，对，干净度，只要有一点点污染，它就马上就死掉了。所以后来他们就富裕这个生态，就是，这个鱼种，那下面打一个洞，就引到他们的田里面。当鱼就跑到他的田里面去，把这些食物啊或者福硕螺害虫的吃掉，然后同时这个角白笋长出来，刚刚好，这个也收成了。哇，不得了，不得了！这个真的是一个，这是一个鱼菜共生，鱼菜共生啊，真的非常好的例子啊，非常的例子。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农村再生真的对台湾这十年来哈，对台湾的农村真的帮助非常大。要不然台湾的这个农村啊，它其实是会流失的更严重哈，更严重。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您刚提到就一心社区嘛，一心社区，一二三四的一心就是，对，它是在这个中台禅寺的后面，好后方。我记得好像目前很多地方，像苗栗县很多哈，或者云林县、彰化县，他们也都在做这个所谓的友善耕种，或者是但是好像他们有个标志，是不是？他也是有一个 logo， 有个 logo 去推，然后就是叫他们叫做什么一心社区，他们推的叫做绿宝田，绿宝田，绿色的绿，宝贝的宝，然后田，绿宝田。哦，是，它有一个 logo， 有一个标志，有一个标志，分项这样。所以它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它替台湾或者是替埔里建立出它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品牌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因为其实最难就是做一个品牌的建立啊，品牌建立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困难啊。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是我们就非常感谢梁老师。在百忙当中来抽空啊，来给我们分享这个农村再生。在今天的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梁老师他在农村再生是着力很多了哈，在很多县市，我据我了解，包括我们的除了南投之外，彰化、云林、嘉义啊，几乎台中啊，几乎都有他的足迹啊，所以他是一个行动力非常丰富的一个老师。所以呢，其实在过去中州科大的学生有很多的得力，他得到他的指导。那现在在湖北科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学生得到他的指导，那将来对这个区块会有兴趣。那下一次就7月1号的时候，我们中壢五十三第39次的直播，我们讲另外一个主题，叫前进福兴乡。是，福兴乡你也很熟，然后探索马芝林。他说，福兴乡其实彰化比较靠西，26个乡镇里面比较靠西的地方，它其实是临近这个鹿港，临近鹿港。那这个福兴乡，它原来的意思是让福建复兴，它是福兴乡，因为那很多福建人来嘛，所以让福建复兴。可是当福建人，就是闽南人还没到福兴乡之前，那个地方叫做马芝林啊，那个叫马芝林。所以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所以福兴乡有很多那个原住民的地名，环拉峡、欢婆、欢婆、欢社啊，有很多这种地名在福兴乡本身哈。那个地方原来有个马芝林社，对，马芝林社。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说，要请教大家啊，马芝林这三个字啊，你一听就知道它是平埔族的这个社名了。那你知道马芝林社是平埔族的哪一个族群？这有，我们有几个答案。第一个是巴布萨族啊，巴布萨族啊。第二是凯拉格兰族啊，凯拉格兰族。第三个是西拉雅族。那第四个是红安雅族啊。第五个是这个道卡斯族啊。第六个是马卡道族，最后一个是巴哲海族，这有点难，有点难了，有点难。他怎么听都听，对对，好像听怎么听都对哈。所以我们要问你是朋友，就是说这个马芝林哈，这三个字马芝林社、马芝林堡，它是原来是它的平埔族哈，它是属于哪一个民族啊？哪一个民族？那我们今天中壢五十三呢，再次的感谢这个。梁老师啊，来，不敢，谢谢来我们这里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农村再生。那如果喜欢这个今天的朋友哈啊，欢迎来分享啊，帮我们点赞。那梁老师要不要跟大家说个再见？谢谢大家，有空到湖尾来玩，然后湖尾糖厂、湖尾冰棒最好吃。哦，对，湖尾啊，湖尾，因为湖尾科大就在湖尾，在湖尾，所以你到湖尾科大去跟湖尾科大因为有好几个校区，但你到那边去啊。哪一个校区找梁大庆老师？我们第三个校区，他的门房都知道，对，可见他非常有名啊。不敢。我们就今天的直播到这个地方，盖个单落，感谢大家，谢谢钟副校长，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大家。